最高分。但从来都没去过。喂，下面下面下面香菜下面，紫丁下面，韭菜下面，韭菜下面，韭菜韭菜，金针上面，金针上面，金针，金针上面，金针呐！感觉元昊快气死了，脑筋怎么被提啊？这一把是冲还是算？这个是。参战的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有我们帅气的元昊，好久不见的何宇文，以及我们可爱的林道远。紧接着，马上来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好可爱的统统，还有可爱的明可白，以及我们的爱成。在20张图卡里各有一组对应图片，翻对即可得分。比比看谁翻得最快，记得最准，就有机会获胜，成为大赢家哦！身在美丽宝岛台湾，当外国朋友来访，最不可错过的地方是哪里呢？知名景点大考验，快睁大眼睛配对喽！台湾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像很多很多这个外国人来啊，可能他们会去中正纪念堂，会去国父纪念馆，没错。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地方呢，是外国人还没去，是值得推荐的。是的，有些可能是古迹，有些可能是比较现代的建筑。但是呢，我敢讲一句实在话，就是呢，其实到一个国家，除了走马看花之后，要了解一下它的历史，去看看一些历史的古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泱泱大国啊，对不对？了解了解了解，厉害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 ，OK， 请我们的统统队准备进去翻牌。统统队请翻牌。哎呦哎呦，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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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清楚了，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、1秒，时间到。哦，来，希望你们有记住，不容易哦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很有信心，因为对面有个空姐，就是专门在放空的姐姐。真的，元昊队，请准备。哎呦 ，Ready。恒春古城，哎呦，厉害啊！这个是快快快，先翻先翻，错错错，哇，是什么？刚才那个地方是哪里呢？空姐空姐，新竹空姐，不要讲话，你答对了。台中车站，台中车站在哪里呢？台中车站，错了错了啦，错，那个是三合院。台中车站，林道远，右边右边啦，在你家附近，你答对了，漂亮。林道远记忆大要进哦，哎呦，错错错错错，不错不错，还可以分这两个，建筑都很接近哦。台中车站，台中车站，哎，答对了，文南高台刚那个，答对了，漂亮。监察院，错，陈家，陈家两面，啊，错错错错错错错，五妃庙，五妃庙，五妃庙超有名的，先，哎，下面，下面看看两座，对对对，监察院吗？花园，哎，是花园一样的啦。监察院，左左左下角来，左下角来，左下角来。错错错错，速度速度哦，不要紧张，你们慢慢看清楚。监察院，监察院在哪里？答对的就是这里。紧接着，来。Go go go go。原来空姐一点都不空啊，只是会乱叫一通。语文是否会成为监察院？左左左下角来，左下角来，左下角来了。错错错错，速度速度哦，速度速度很重要。监察院，监察院在哪里？答对的就是这里。紧接着，来，走走走，国立台湾博物馆错。没有，林道远，林道远，国立台湾博物馆答对，这里是哪里呢？快点，错，不对，翻过了。哎呦，已经要出来了，台湾五分秒答对，林道远不错哦。林道远其实一开始答对蛮多题，很厉害哎，而且这个空姐也不错，空姐。他其实没有放空，他一开始也有答对一两个，是，但后面好像可能顺序有点搞错，好不好？不要心急，现在看一下你们的成绩。元昊队用掉的时间是1分钟32秒，我个人觉得其实还不错，算快的，算快的，因为以我们对他们的期待，算快的。喂，我们对他们根本没有期待了。
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背板哈。来，我来跟大家介绍两个地方。好，首先呢，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呢是文台宝塔。这边呢很特别的地方是呢，张大千还特别在下面题字“国之金汤”。哎呦，是张大千，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金门。其实金门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哦。以前大家在那边去看金门有什么？金门有高粱酒，没错，有823炮战，贡糖，有菜刀，有贡糖，牛肉干，真的是很值得推荐的地道，然后带国外的友人去那边走走。介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，这个是恒春的古城，其实是在清朝的时候呢，沈葆桢驻扎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为了一个保防的地方，他在呢恒春镇这个地方呢修筑了一个东西南北的门，然后把城墙把自己围起来，是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。其实呢，这边还可以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的这个。大家住这么近，有没有去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呢？没去过，我校外教学好像有去过，校外教学有去过，很多学生校外教学有去过。国立台湾博物馆始建于日治时期，不但是台湾历史最久的博物馆，其建物呢也是中华民国国定古迹，台湾总统府的博物馆。去那边还不错的，元浩队一分多钟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不知道我们的统统队表现如何了。现在攻守交换，哦耶！暨大可以第一回合现在攻守交换，换到了我们的统统队。哎呦，统统队对历史了不了解？对台湾很多古迹啊，或者是应该要去的知名景点都有去吗？我以前是历史最高分，没有考过，班上几个人啊？他以前是历史最高分，但从来都没去过。对，有啦，统统他是台南人，其实台南有些。比较有历史的古迹，他都知道。台南是真的，台南古迹占多数啦。米可白嘞？哦，其实我们彰化那边有非常多古迹，像是霸王，不是啦，那是美食。美食，鹿港天后宫，还有半边井，还有九曲巷，还有鹿乳巷。哎呦！那这题没问题了嘛？那爱晨呢？爱晨，爱晨，哎，你们马来西亚有没有这些？比如说我们以后呢，到了你家去玩，到马来西亚去玩，有没有值得推荐？就你一定会带我们去参观的，一定有啦。最大就知道的双子星是一定要去的嘛。双子星大楼，双子星大楼，拍过电影的地方，还有冰城大桥，那个桥做的很雄伟，很漂亮。他们还有就是那个人鱼狮身的那个喷水池。不是马来西亚吗？不是啦，不要乱讲。还有我们家乡猫城有一只很大的猫，猫，你知道为什么叫猫城吗？因为以前那里就很多猫啊，所以就叫猫城，是真的。就这样子，是真的。欸，那我觉得我们干脆去夯楼在看土地公，不是比较快？真的，欸，还可以顺便拜拜求好运。你没有当导游，真的一点都不想去。看到没有？其实这个很重要哦。但是其实那个地方应该很漂亮，真的。他讲的方式要靠人来介绍。加油啦，好不好？元浩队，请准备进去翻牌。Let's go！ 加油啦！元浩队速度很快的哦。对。元浩队，请翻牌。哎，看到没有？什么？哎，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五秒。完蛋了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十。加油了，好不好？统统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惨了 ，Go！ 哎呦哎呦哎呦，我猫城在哪里？哎呦哎呦，右边，左边，上面，中正公园，快点，中正公园，右上，中正公园。错，98炮台，98炮台，有名的，这是什么？错，自由速度，速度。那个，哦，错，最惨了，是什么？哎呦，刚才有出来过，龙山寺答对，这是哪里呢？什么庙的？错，那是什么？哎呦，感觉你们是要懵的，猫神，速度很重要哦，速度。完蛋了，哎，我们在加油，警服门在哪里？警服门，右上，警服门在哪里？对，紧张了，装备。答错，警服们会在哪里？他们开始米可白换到米可白了，这是哪里？他们开始慌了，这是哪里？哎呀，错！刚才那个地方，统统应该要知道。这个，加油，爱晨，哦，这是哪里呢？这他们开始慌了，出现过。错！哎呀，他们一直在错误当中，但是不愿意去记，记忆大考验就是要一直记。专卖局在。专卖局对，答对。这是哪里？一层。哎呀，
错，那个什么，那个积攒精神在哪里？龙虎天后宫在哪里？刚才有看到，答对，很漂亮，明个白。二坤生炮台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左边，左边，无门，错，爱神来了，爱神来了，要边，上面那个，长龙砖窑厂在哪里？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，我曾经有去过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上面，答对了，哦，新竹车的新竹车在哪边呢？新竹车在。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就是哎呀，爱城啊，彤彤，右下角那个台南赤崁楼在哪里？赤崁楼，彤彤家，你家在哪里？严家干先生过去错了，又换到宁可白，宁可白加油了，宁可白，幸福门在哪里？幸福门在哪里？错。字怎么会翻字呢？都不记，记忆很重要。二婚生炮台在哪里？刚才有出现过，刚才有出现过。台湾古籍数不清，让爱城脑袋分不清。他要找的二婚生炮台究竟在何？是看楼栋楼家，你家在哪里？严家干先生过去错了，又换到宁可白，宁可白加油了，宁可白，福门在哪里？请福门在哪里？错。字怎么会翻字呢？都不记，记忆很重要。二婚生炮台在哪里？刚才有出现过，刚才有出现过。右上角，在哪里？锦福门。二婚生炮台答对，严家上角那个右上，看先生过去。锦福门在哪？对，错。锦福门在哪里？快哦，剩下不多了，请加油。下面那个，下面那个，答对了，就是那里。这是哪里呢？这是哪里？错，又不记。哎呀，真可惜。快，锦福门答对了，新竹车站在这里。各位，哇，一阵慌乱之中啊，兵荒马乱，真的，时间一定比较久，好不好？哎呦！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统统队在这里用掉的时间是2分钟37秒，时间很长，多了一倍多，好不好？在这边呢，有很多台南的古迹，统统啊，将功赎罪了，好不好？介绍一下，义载金城呢，就是在安平，对，它是俗称安平的大炮台，它就是二坤生炮台。我有问题想问，那边是不是有豆花很好吃？安平豆花超好吃的。到那边看完古迹，还要去吃小吃，而且那里夕阳好漂亮。对，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呢，它是一座清朝时候建立的炮台，所以历史也非常的悠久，值得大家去走一走。那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赤崁楼。哎，赤崁楼，赤崁楼是荷兰人所建的，然后我们俗称荷兰人为红毛，因为他们头发都红红的嘛，所以又叫红毛楼，不是红毛城哦，跟红毛城是不一样的，是红毛楼。红毛楼。然后那边的小吃是担仔面呐，还有棺材板。台南真的好厉害哦，它的那个古迹或是名胜景点的地方旁边都有好吃的东西，对，都结合，对不对？又可以玩又可以吃，没错，非常的厉害，好不好？在这边呢，还要特别补充一下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澎湖的天后宫啦，好不好？位于澎湖县马公司是台湾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庙宇，庙宇附近呢还保有许多旧时的建筑，就是我们的澎湖天后宫。哎呀，到了澎湖一定要去拜个拜，保平安嘛，对不对？龙山寺，这个龙山寺就在邦嘎，我手上的红线就是在龙山寺求的。可是我这个，红线它可以求两种，一种是你要姻缘，还是要人际关系。结果我求了这之后，我才两天我就接到三个通告，而且还有活动。哎呦，变成财运了，非常准哦，这么厉害！我要去，我可以带你去。它里面还有祝生娘娘，你可以去祝生娘娘。喂，你以为谁跟那呀？哎呦，彤彤队在这一回合用掉的时间很长。对呀、啊。元昊队呢，时间比较快，但是第二回合是什么样的题目呢？他们两队的成绩到底是如何？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餐餐在外的老外均衡饮食，爱注意啦！今天要考考你对蔬菜的了解。放眼望去，一片绿油油，你认得出谁是谁吗？欢迎回到记忆大考验第二回合。题目非常的有意义，而且呢，在座的有很多人是需要用到的。哦，这项知识非常需要用到。尤其是我最近。喂，哎呦，该不会是我
漏哪里？该不是减肥药吧？那你因为不是我漏哪里，是你看哪里啊？喂，不要用这样子看我啊！各位，第二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国人一定要知道的健康养生蔬菜记忆大考验。我觉得，蔬菜其实每天生活在我们的左右啊，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朋友，而且呢，吃对蔬菜呢，可以让你有饱足感，可以瘦身，甚至对身体很好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认识一下，在我们身边常常看到的蔬菜，或许他认识你，而你不认识他哦。好，请我们的彤彤队准备进局翻牌 ，Go！ 完了，哇塞！彤彤队，请翻牌。哎，你这长得好像哦。哎呀，好多好多，你看。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哎，怎么那么快啊？哎，其实不难。其实不难，其实不难，不难，都是我们平常会吃到的菜。对啊，都有吃过。对，感觉都吃过。元浩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香菜在哪里？哦，这道还有厉害，答对了。下面，菠菜，哎呦，错，错吗？哦 ，A 菜，哎呦，在哪里？这是什么？菠菜答对了，漂亮。红菜，这是什么？错，它不红，那个是紫丁香啊。紫丁香，菠菜，答对了。哦，这是什么菜？小白菜。它在哪里？小白菜。答错了。空心菜。这是芥蓝菜。三叔在哪里？三叔右上角。错。三叔说陶喆的歌。三叔。哎呀，三叔错。来，宇文在哪里？这是什么菜？错，两个都是菜。空心菜。快点，翻菜出来。林大爷，金针在哪里？金针也没有翻过哎。错，哎呦，芥蓝，又是都翻到字了。空心菜在哪里？刚才有翻到空心菜，答对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三叔刚翻哪里？右边，菠菜下面。哎，不对，金针啊！香菜下面，那是金针啊！香菜下面，那个是玉兰花。香菜下面，哎呦，三叔答对了。哎呦，有在记。高丽菜在哪里？哎呀，答对了，漂亮。下面，香菜下面，玉兰花。金针答对了，哎呦，不错。韭菜，金针上面，金针上面已经开完了，金针字的上面，对啦，还有韭菜答对，红菜、北菜、紫丁香上面，韭菜下面，韭菜下面，花拉果，芥蓝菜，那个是紫丁香，花拉果，真是讨厌，红凤叶答对了，芥蓝菜，哎呀。感觉元浩快气死了，脑筋怎么被提啊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元浩队在这一回用掉的时间是1分44秒，也不错哦。各位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常常吃到的。其实呢，金针呢，它是有这个栽种地的哦。很多人旅游的时候可能有看到，满山遍野都是金针。台东很漂亮，但是呢，在这边讲。金针啊，它开花一天它就凋谢，所以它有一日美人之称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金针田呢，很多人都忙着在采收，然后完了之后就马上晒啊，在那边往往我们都可以买到好吃而且新鲜的金针，很棒的。韭菜虽然是常用的蔬菜，但是在中医的药膳里面却具有药用的价值哦。韭菜又叫奇痒草，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，韭菜属于温补的蔬菜，体质虚寒的人多吃可改善体质，而且韭菜纤维之多，有健胃整肠的功用哦。元浩队在这一回合其实表现的也不错，1分44秒。彤彤队，你们可要加油了，压力大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他的表现 ，Yes。叫记忆大考验第二回合，现在又攻守交换啦。刚才聊得很不错，1分44秒，而且对蔬菜的了解很多。他那边有一个种菜的，我们好紧张。哎呦，好假哦！他的肚子里到底是菜还是肉啊？这位菜农的后代，你们家以前种的是什么菜？那个葱，种葱，青葱。一葱，哎，我真的是青葱长大的，真的。那你会不会做那个种菜的手势？以前我把那个葱一割下来，有没有拿来煮，跟泡面一起煮，有没有？最后我那个青葱煮的比泡面还要多。喂，你青葱来吃泡面啊？哎，其实在葱啊，只要那个台风过完之后。
价格就很高，飙涨，飙涨，对，他怕水。其实因为葱在台湾现在的用量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用得到，大啦，那个火锅店啊，酱料都要加很多葱，对啊，葱真的很好吃啊。哎，而且我很不乖，那个葱不是这样种的吗？我以前都不知道，我都去采，我都去破坏它。所以其实你能活到现在，算是一种奇迹了哈。不乖的小孩，好不好？彤彤队，请加油啦！放心，你们那边有菜农的后代 ，OK 的，好不好 ？OK 的 ，OK 的，准备请翻牌 ，Let's go！ 元昊队，请翻牌。哎呦，五秒，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时间到了。我只看他一个。哎，对，没念到秒数结束，你们就把它翻。没有，彤彤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要边，哎呦，这个是挂菜，哦，错，米可白来了，要下，这是什么呢？哎，答对，这是葱，芹菜在哪里？啊，错，九层塔，错，不错，菜农来了，好紧张哦，对，非常好吃，厉害的菜农的儿子，哎呦，芹菜，看不出来，真的有两把刷子，哎，错，芹菜是龙须菜旁边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芹菜好，对了。右边，右边。哎呀，好可爱的花椰菜。大白菜。错。什么？他不是大白菜。哎，大白菜在哪里？答对了，菜农的儿子厉害哦。这是什么？哎呦！可以。不对。哎呀！花椰菜，哎呦，菜农的后代，厉害的哦！我不敢相信，你真的有那两把刷子哦！他用掉了多少时间呢？他们用掉了1分钟05秒，非常快。幸亏我阿妈是种菜的，我佩服你，我要让你看看。要变魔术吗？请问。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以及两队，哪一个是葱，哪一个是举手蒜？这一把是葱还是蒜？请爱神先回答。菜农，这个是蒜，葱还蒜？蒜。哦，所以我这把就是葱喽。这个是葱啊。哎呦，两队都答对了。请问，问题又来喽，怎么看？一个感觉嘛。不要。我还看 feel 嘞，菜不就是看感觉吗？它长得像空心菜，它就是空心菜啊。不是，你不能去外面买菜的时候用 feel 来买，如果妈妈叫你买葱，你买成蒜怎么办？对呀，对哈。我们这里知道。各位看他们的尾端部分，葱是圆的，有空心的，哎呦，对，蒜呢？然后蒜的话是扁的，哎。而且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辨别，就是其实他们两个味道是不一样。哎，对，葱蒜的味道是不一样。蒜呢，它比较粗，而且呢，它的根呢比较长，所以呢，你就不会买错。其实真的像元昊讲的，闻一下味道是有差别，好不好？各位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，两队两回合用掉的时间到底是多少呢？彤彤队用掉的是3分钟42秒，这么久。可是他第二回合很快哦。元昊队两回合加起来用掉的时间是3分钟16秒，差那么一点点。其实我们本来差很多的，是因为我们这题有追回来。对，都是你的功劳，都是你的功劳啦。对呀，你知道的。不过还不错啦，大家都有上到一课了，好不好？是的，两队请到前面来。是的，其实呢，这个蔬菜啊，有没有？我们常常呢都会买得到、看得到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多吃蔬菜。但是最记得呢，就是物极必反，一定要均衡，好不好？其实均衡的饮食呢，才能够让你长得更高、更强壮。没错，是的，聪明的小孩子是不挑食的，对不对？今天谢谢米可白，还有我们何宇文。是的，周四中午晚上呢，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《食品进行曲》。